好，来，请就座了哈。来开会哈。先读上次会议记录。来，现在会议记录在桌上了哈，请各位同仁看一下哈，看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哈，啊，确认了哈。向大会报告，今天的议程是市长介绍市政团队及简要施政报告已答询。啊，首先请韩市长啊介绍施政团队并做施政报告，请韩市长上报告台了。好，谢谢。 谢谢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我们本府列席的官员，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以及关心我们市府跟议会的所有的旁听席的民众。首先，先跟各位议会的女士议员女士先生介绍一下本府最新我们的团队。刚才报告，第一位是我们李四川副市长。 第二位是我们洪东伟副市长，第三位是我们杨秘书长明州。依序介绍接下来研考会李竹伟名义，新闻局王局长浅秋，经发局代理局长高代理局长郑远。 督发局林局长郁毅，主计处张处长苏慧，财政局李局长梁坚，税监处李处长琼慧，观光局潘局长恒旭。 文化局王代理局长文翠，教育局吴局长荣峰，运动发展局周代理局长明正，水利局李局长荣威，公务局吴局长明昌。 新工处黄处长荣庆，养工处林处长志东。右手边，我们民政局曹局长桓荣，警察局李局长永奎，消防局黄代理局长江祥，卫生局林局长丽人。 社会局谢代理局长丽丽，环保局原局长钟欣，
劳工局陈代理局长。交通局郑局长。海洋局黄代理局长。农业局吴局长。捷运局范局长。毒防局蔡代理局长。地震局黄局长。行政国际处蔡代理处长。人事处陈处长。政风处林处长。法制局吴局长。空大刘校长。客委会黄主委。原住民会吴主委。土开处吴处长。非常感谢各位议会、各位议员女士先生，非常感谢主席。那市长是市政简单报告。这好，谢谢我们主席，也要再次谢谢我们各位议会的各位议员女士、各位先生，也要谢谢我们本府的所有的新的我们团队，啊，谢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谢谢各位前来议会关心高雄市政发展的各位民众、各位好朋友，啊，今天。2019年1月17号，我想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跟我本人一样，各位不管是新当选还是连任，我们的心里面应该都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感情上的交集，或者情感上各种不同的变动。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们高雄，全台湾也在看我们高雄，我觉得我们肩膀上的责任好大，好重大。300年来高雄发展的历史，不管是清朝、日据时代、中华民国，高雄从来没有变成台湾的重心。这次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大概市长当了才20天，感觉上已经当了20个月了，好长好长。有的人都开玩笑说，韩市长，你是不是当了2年多了？各位议会女士先生，我觉得大家对我们的期待太高了，好多高雄市民都期待高雄的未来能够不一样，能够翻转。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不管是北台湾、南台湾或者海内外的，我也看到很多我们北漂的高雄子弟，有的高雄子弟已经回不来了。他们在异乡变成他们的家乡，他们已经安身立命，娶妻生子，成立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工作。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即使他是高雄子弟在的异乡，他一样对高雄有浓厚的情感，希望高雄这个家乡能够变得更好。另外一种高雄子弟我接触到的，他们好希望能够回来，他们希望高雄的未来充满了朝气，有各种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好渴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上班，来过正常的日子，而不要再漂流在外乡。不管接触到哪一种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愿，希望高雄的未来能变得更好。所以国瑜担任市长，恭喜这样，我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巨大。我怕的是什么？我怕他做不好，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担忧。我们所接触到的目前的高雄现况的确是不好，我想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你们的肩膀上责任压力也一样很巨大。我们所有旁边每一个国家城市都在快速进步，高雄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消耗跟浪费？可能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要赶快集中所有的力量，把高雄的资源整合起来，力量团结起来。所以我们时常讲政通人和，那到底政通人和是不是双胞胎一体两面？肯定是的。如果未来的高雄市政府跟议会之间我们政通人和，
福惠合作。我们只要对大多数市民有利的，我们市政府跟议会是携手合作的，我相信市民一定会感受得到。那市政府新的团队在各位议会的监督之下，我们一定会抱得更谦卑的心，努力做得更好。我相信所有海内外的好朋友2018年选举之后对高雄都抱着浓厚的兴趣，对议会同样也是非常高度的关切，市政府跟议会都承受了同样的压力。那期盼未来4年我们能够在监督之下，既能达到政通人和，又能够达到府会之间合作无间，大家在严厉的监督之下一样有对市政府肯定的部分。我们在公部门绝大多数市民的领域，高雄市未来的发展，我们是一条心，全力来冲。市政府团队从我市长本人开始，我们没有任何私心，我们全力以赴为了高雄的未来。这一点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信任我们，我们一定会认真的来做，如果做得不好多多鞭策我们。至于其他的书面资料，我想就请大家自行来参阅。那这是一个临时会，我想我就不再做冗长的报告。那今天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对议会做一个开场白，简短也描述我们的心境，同时也阐述我们市政府新的团队，我们有一颗无私的心，全心全意为高雄未来打拼。也希望议会各位议座多多来指导我们，我们一起来携手合作。谢谢大家，谢谢。啊，向大家报告哈，现在有大社环境守护联盟、地球公民基金会、大社国中家长会长，由陈凯婷、王志伟领队哈，啊，在旁听席，大家鼓掌欢迎了哈。啊，接下来是施政报告答询，按照1月15日党团协商结论。今天上午由3个党团进行执行，每个党团执行时间为30分钟，由党团所属议员共同使用。党团执行完毕，上午的议程就结束，下午及明天的执行再按照各位议员登记或抽签顺序依序发言。首先由民进党团先执行，第二个是无党团结联盟，第三个是国民党团，啊，现在请那民进党团开始执行哈。来开始了哈，来，请欢迎来。好，来，请欢迎来。好，谢谢议长。议长早哈，
韩市长，市府的局处所长，我们的媒体市民朋友，各位议员同仁，大家早安。我想首先恭喜我们韩市长能够当选本届高雄市长，再次的恭喜哈。那我想民进党团25席议员，未来一定秉着在野党理性监督、强力的监督。那我们也期待韩市长能够兑现选前选后的政见。我们民进党团一定会做好监督市政的工作。那我们也期待韩市长你说到做到，好不好？那我们请市长给我们简单的答复一下。谢谢韩总召，各位民进党的议员好朋友，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市府团队，我本人在竞选过程所承诺的政见，我一定会努力以赴，我们市府团队会全力冲刺。另外非常感谢各位把心胸打开来，在理性监督之下，市政府团队一定诚恳谦虚地接受各位民进党团的指导意见，请放心。那么我们希望即使政党不同，我们爱高雄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团结努力，让高雄变得更好。非常感谢各位民进党团对我的指导，非常感谢。好，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再次的请教韩市长，你对九二共识个人的一个诠释跟见解，请我们市长答复一下。来，市长答复了。这议会第一题就问得这么硬了、这一题问题是我们国家中华民国最重要的大事，要问我个人的意见，就有很多丰富的或者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感觉现在对整个国家台澎金马，以及对高雄市的未来，以及对两岸和平的发展，九二共识是最重要的一根定海神针，稳定了两岸发展的关系，稳定了台澎金马。所以现阶段，这过去这30多年来，九二共识能够让两岸之间大家能够在两个体制之下，我们台澎金马在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体制之下，维持一个稳定的交流发展非常重要，至关重要。所以我大概跟各位党团的答复如此。好，我们请问一下韩市长啊，你在选举前有讲诶，我们要经济100分，政治要0分。但是第一句话你讲诶，讲但是你当选之后啦，吼，立即有承认九二共识，这个问题点就很大了。因为在选举前，你唔敢无抛出这个议题啦。如果韩市长你敢在选举前抛出我承认九二共识这个议题啦，吼。我来讲，在台湾你选举，你上起码吼会减30%的选票。啊，这我是讲安尼做参考。但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是一个主权的问题，这个是未来台湾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包括你讲的，你也当过立法委员，韩市长以前当过立法委员，也审过中央的预算，在审查中央的预算，我们有没有送到北京去审？我们也没有送到北京去审。为什么要承认九二共识？哦，这个是我们民进党团，我们的一些整体的看法啊。希望我们的市长啦，能够去深深来做一个检讨。因为第一张票啦，我感觉是市长，你第一张票你说经济100分，政治0分，你已经把政治变成300分，经济还在100分，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希望你讲诶，我们政治0分。我们可以去接受，我们为了台湾要怎么去发展，咱拢期待。对拄啊，恁拄啊介绍的新的团队，我们觉得是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那我们希望说，让高雄市民能看得到，大家蓝绿共同推动的，我们未来台湾是很有进步的。所以讲，你拄啊讲，我拄啊问的问题，就包括的立法院，我们也没有送到北京去审查预算，我们为什么要承认我们九二共识？两个过去的人，
二十世纪两个过去的人，不要再影响二十一世纪我们台湾的未来的发展，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议员，知道。我选举前讲的经济一百分，政治零分，我给打个报告。在市政建设上，请放心，我一定秉持这个原则。事实上，各位看我就任二十多天来，一直跟市府团队、所有市政府的员工都讲，让我们热情，让我们不分彼此，让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为市民打拼。你看我的讲，从来没有偏离这个，我也没有成立一个什么调查小组，针对什么都没有，就是希望大家是一家人，好好为高雄市民来打拼。这是第一个给大家报告，我一定会秉持这个。第二个，针对九二共识，一个最正式的打法，我给大家报告，我是选举之前就公开的，不是酸耍撩摇，底下耍滑头，没。投票前五天，我就正式公开在媒体面前，我承认九二共识，我没有骗，我没讲白话。好，谢谢市长哦，我们继续党团的质询哦。那市长在选前，你有就公开承认九二共识哦，选后酸两粒毛个够哦，所以在这里党团要很正式的哦来请教韩市长哦，你所谓你所主张的九二共识哦，你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市长所主张的九二共识。哦，你说这是定海神针，哦，这是很重要。伊的具体内容是啥物？是不是市长会当立即属听下，甲所有吼，咱高雄市民，哦，现在全国吼，大家也都在关注。哦，市长所主张你的九二共识，啊，你的具体内容是啥物？请市长回答。哎，市长到了，谢谢，谢谢陈议员。我所讲的九二共识，就是依据我们的宪法本文、宪法增修条文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我所属的政党国民党中央的党中央的立场是一致的啊。这个九二共识的，我是九二共识的坚定的支持者，这样一来货才能卖得出去，人才能进得来高雄，两岸才能够有一个和平的发展。那意识形态在这里跟民党党团以及全国民众高雄市民做一个很清楚的表示，我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选举之前我就没说白话，我知道说市长是坚定的九二共识支持者，但是在这个习近平还没有公开来定调九二共识之前，国民党可以在九二共识还有模糊空间，但是在习五条之后，我想市长也知道习五条的内容，习近平的定调、北京的定调，九二共识并没有存在，九二共识也没有各表空间，只有一中原则跟一国两制，一中原则跟一国两制八个字。所以在这种北京已经定调的情况下，哦，请教市长，哦，你还要坚持九二共识吗？何况九二共识在你们国民党的苏起那个时候就承认说他是自己伪造的，包括当时孤汪会谈的主角辜振甫，哦，已故的辜振甫先生，伊嘛讲伊东西的不共识，并没有达成各表的共识，哦，包括像李前总统，他有公开信也有讲没有九二共识啊，所以你今仔这个时阵。刚才当用一个不存在的物件、假的物件来欺骗台湾社会，好，今天就是中国他已经讲了，他们没有个表的空间，即使中华民国也没有个表空间，好，所以市长口中念之在之，中华民国货要卖得出去，人要进来，但北京已经恭喜一国两制、一中原则之下，请问市长，你这种一中原则、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你还要不要接受？请市长回答，谢谢。来，市长回答了。跟陈议员报告，也跟民进党党团报告，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啊！今天第一天，各位就提出来，我们承认的九二共识并不是一国两制，我们先把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那现在宪法是放在这里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这是让我们2300万人。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九二共识之下，我们好好的生存发展，冲经济，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请教市长，宪法里面哪一条规定一国两制？请教市长，在宪法哪一条有规定一国两制？没有啊，没有啊，你刚刚说你根据宪法，我们根据宪法，现在是中华民国，目前我们的治权台澎金马，这个非常清楚。对啊，中华民国啊，所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应该是一边一国啊。啊，那应该是两岸两国，干不是？就我们要请教市长是说，当然我们知道你是九二共识坚定的支持者，
哦，这也是国民党的主张，这我拢知影。但即摆要请教市长是讲，你所主张的九二共识是啥物的内涵嘛？哦，你像蔡文总统他有讲，哦，他不能接受一中原则，不能接受一国两制，他主张台湾共识。哦，习近平有讲，哦，伊就是要一中，伊就是要一国两制，伊就是要统一。那韩市长你说九二共识，啊，但是你的物件是啥物，你爱讲出来，大家了解啊。啊，不然这样变成欺骗台湾社会。哦，而且我们会担心说，在你来当高雄市长，推动高雄市政，哦，是不是会去牺牲到台湾国家主权咱的利益，咱的国家安全？哦，就是说有九二面报已经严重了呢。那如果我们又出现九二市长，中国台湾的高雄市长，哦，这个大家会担心哦。所以是我们提出我们的疑虑。麦克风打开，那个音控，好，音控，来，那个麦克风，音响打开，那个韩市长你请坐，好。刚刚本席也听到了，哦，我们民进党团议员也听到，高雄市民也听到，诶，刘督家咧打破个这个议员的诶，跟九二共识这个物件吼，诶，我听起来是，人进来货出去，安尼的赚大钱。但是这个观念，诶，其实我足欣赏你这一点，你是足阿沙的足干脆的人啦。所以我欣赏你这点，所以我希望你未来嘛是阿沙的干脆吼。所以你这点我。担心、担忧，为高雄市民足担忧。为什么？你的思维内底，高雄市场的思维，那是所有高雄的产金爱靠着西进会倒。难道你没有南向政策？你有走向世界各国？所以吼，我听起来你的讲话，我无法度接受啦。吼，因为习近平讲得很清楚，没有让你模糊的空间了。好，刷来下一个，市长啊，我伫你选举到甲当选了后吼。你开足济啦，啊，我才十一点啦吼，啊，若无写着，哎，算你走过啦吼。我这写伫遮吼，啊，你用看就好。市长，迄个民进党团足合理的，嘛足包容，来，互你选择。你甲我讲对做袂到，你做袂来，讲出来，我拢免甲你质询啊。来，你答复一下，市长。这十一点你甲我讲一下，我免甲你质询，浪费时间啦。进来来，这十条你对一个做袂到，你无讲头就做会到哦。你拢做会到，乌石油你也做会到，你嘛拜托，你嘛后背点头好唔好？来，你讲一下，请答复。来，市长，我给你机会啦。啊，我们哦，坦白从宽，吼，好不好？来，你讲一下，进来。我时间宝贵。感谢李远，你我很干脆。麻烦你讲话稍微慢，你讲话稍微。安尼你爱训练啦，我跟你讲，我南台湾高雄的人哦，听惯是阮这种议员的门径啦，吼。啊，来，你讲，我咧考验你的反应啦，市长。好，我甲来报告哈。我跟各位党团报告，跟各位议会女士先生报告，这上面所写的，你刚刚对起这一条就没搞。短中长啊，我也是提出一个宣示性，我也是落实性非常高。无你实际，你适当嘛吼，安尼啦，我讲市长，你适当啦，吼，你袂使甲后边有可能别人会做，当然你有可能连你也做了好连任，啊，若无一定，我高雄市不接受，迄后边六档、十档拢别人的，你拢共开开咧，你这四档你做会到，做袂到你紧讲啦。第一行录屏，录屏做会到。从蛋黄区到蛋白区，市长你做袂到，先讲咧。做袂到，做袂到的。做袂到要两个条件，都是。无啦，你讲，你讲，进来来。哎，是你做袂到，你讲。你只要证件是。全部你讲一下，你先。高雄人爱坦白的市场，我跟你讲，你就是安尼水贵，人唔在欣赏，唔在调。来，你讲。恁这议员啊，啊就是。无啦，会议长啊，我时间有啊，你咪给我十分钟了。这阿袂做，你也真系做袂到。无你讲啊，我说我好坦白嘛。好，好啦。啊，市长明确表态吼，四年做不到的哪一项？好，你讲。给你机会。我觉得录屏没有问题。好，全力以赴哈，爱情产业链。做不到的啦，做不到的啦。做不到会比较漫长，或者需要周边配合。不要，西当做袂到的，你硬讲。君子一诺千金哦，你该怎样讲？你今麦到底是？做袂到。所有这几个十一个是你选举前讲的。哎，好嘞，市长你请坐，你唔敢讲，来去请坐。我敢讲，你讲，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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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以高雄市政府本身的在做，有的是爱中央配合。无啦，你西当啦，你咪佫甲我浪费时间啦，我知你开始做无。我市长我真知你做甲得罪过吼。十一个是你之前选举之前的证件。啊，你若唔讲，我都要请你坐落来。啊，请坐。啊，你请坐来，好。那么我即马刷的开始吼，市长你讲过哦，阮十年五百万人口啦吼，啊，无要紧，互你批过啦。你做四档啦，后壁无一定是你咧做。你刚刚六档哦，基本拢开了了。啊，我高雄市哦，五277万人啦。啊，你十档啦，啊，
五百万扣掉两百七十七万，安尼歹势，你一冬都爱人口成长高雄区爱二十二万哦，啊二十二万，你四冬都爱偌济，要啊九十万哦吼，安尼一冬要予高雄区成长二十二万，这你讲个数字哈，来，请你讲做会到做袂到，你当我做会到做袂到的，一万，做会到做袂到的，一万，这为什么做不到？你做得到吗？他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也有妄自菲薄。这五百万人傻当一啊、哦！那你承认哦？我们如果高雄，你承认二零二零年就是要达到三百万了。多二十二万。你承认承诺？你敢承诺吗？这个数字是你先听我说完。你敢承诺吗？你的定义跟我定义小可不太一样。没有，你这里你的机票，你的空，哎、欸，那个口头机票，你做会到未？你做会到未？市长，你做会到哦？市长，你请坐，来，市长。你请坐，你的欢迎吼，那安尼就表示做袂到。来，用你的九海共九二共识所谓的定海神针哦。哎、欸，来来，撮好破。哎、欸，哎、欸，泡沫了。为什么？以韩市长的口才跟反应，你这样的回应，顿得阿德是你做袂到吼。过来，第二点，北漂青年，我很认真看你是刚刚的市政报告，我拢支持。市长，你足侪物件，阮拢会肯定，但是阮认为有问题，啊，所以我是讲吼，予你有机会嘛，吼，啊，即、這个你讲吼，北漂青年吼，你甲邱俊宪议员吼，你选举的时阵吼，在空战，吼，伊讲七万，你讲三十至五十万 ，OK， 超额中，予你占便宜，四十万，讲阮高雄北漂，四十万好唔好？吼，安尼四十万，你敢知影？你四档呢？啊，一档要转来偌济？北漂转来爱十万啦，北漂转来十万哦。因为你这是你开的，那我希望你在这里承诺做到，我当然希望，但是你要向高雄市民在议事厅承诺你的政治的责任。你这一搞，一当往北漂的高雄北漂青年要回来十万，会记得，这北漂回来不是在读书哦，也不是定居哦，哦，就是因为工作。工作伫遐，户口伫遮，吼，因为你讲三十至五十万也无好，你怎帮伊听你的？邱俊贤坑边啊，因为官方的数字还没有出来。来，请问高雄市的高雄北漂青年回来一年，明年的二月主计就报告，等来十万人，你讲做会到未？来，晓得无？员工，甲你拜托，你等一下讲话，稍微慢一下，莫太紧。我咧考验你，你安尼反应无够，你要做高雄市长，阁有比我讲较紧嘞？你还袂当着嘞？我算够有水准，讲话足水的吼。来，你讲做会到做袂到，莫甲浪费时间，咁好。我全力以赴，而且很快就会成立青年局。那青年局我知道，我也支持哈。一定爱支持。但是十万你做会到未？妈，你的二月主计报告你做会到未？做袂到，哪有人无到哦？因为你有讲过啊，副市长就爱落台哦，那你做会到未？咱有一个目标，咱最后来拍拼。啊来，你做未到啦！啊，你请坐，你请坐，我算了诶，做未到啦，定海神针上。好，安尼两个汤头记住啦，来接下来。来，我也讲较慢啦哈，市长。第三个哦，开放入资买房子。市长，我跟你讲成功结论，钱进来了，房子变贵了。青年人买不起房子了。你今天的报告内容里面写的叫做打造高雄全台首户，我跟你讲，你就是打造高雄最年轻人最买不起房子的城市。我先跟你讲这个结论，市长，高雄市的空屋十万户，为什么年轻人还买不起？这有结构的问题。今天你开放入资，你所有年轻人都在说这一次的选举年轻人都算你对你有期待，他觉得说你讲得非常非常有梦，有梦最美。但是市长，开放入资2002年内政部就已经规范了，因为开放入资之后房子一定就炒房了，所有包括很多的国家的城市都是这样。所以市长，你有要搁开放入资买厝无？来，市长，你回答一下好唔好？来，市长，等我。谢谢议员，陈议员，谢谢你。我迄天接受媒体专访，我的报告，两岸如果高雄或出去人进来，愈来愈蓬勃发展时阵，要考量高雄市民的感受，这句话极重要的。
我有听到，要考量高雄市民的感受，是是是，所以路资这边开放一定要缓慢逐步的。如果高雄未来越来越兴旺，很多股票上市公司来高雄设立分公司，一步一步把人带来，钱带来，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所以这个时候高雄市民来扣路啊，其实有时间的关系哦，请慢哈、哦。从经济里面，经济理论里面很清楚，先做，只要能够买卖，炒房价就炒高了嘛。所以讲，你刚才讲的，你先就抓你头前，后边再给你收尾。所有你因为开放入资，你就影响到所有年轻人居住正义。我先跟你讲这个道理，居住正义。你今天、明年要成立青年局，呵。我替你，干嘛讲？咱高雄人，所有台湾的县市里面，你真的想到年轻人？燕哥，你第一个开放入资，我跟你再讲一个最后结论，就是伤害年轻人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讲这个你三思啊！所以你刚刚讲这个，你是用配套讲这个也没用啊！你是中央有跟他做一个协商吗？内政部早早就规范好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为什么要规范金清澈？因为它就是一个炒房的最大的引诱因。好、哦，市长，你要不要再回应一下？这是入资已经开放，是有限制的，所以它并不是我们自己独创出来。再来，我特别报告，你只要要或不要就好了。哦、议员，我跟你报告哈，青年住房。但政府一定要重视，这点你没还的。谢谢，我怎样你又开始一个公安的呀？不可行，我只能讲这个结论。所以市长的意思应该是要开放，这些科气球应该是不用戳破的意思，是不是？要开放。目前中央就是有开放，只是额度有限制，条件有限制。当然，当然，你都未想空想你安尼啊。未来如果随着高雄蓬勃发展，甚至自由经济贸易区，我的意思是说，当大量的人进来的时候，咱高雄市民就要开始考虑，多替年轻人想想，多替年轻人想想，好，多替年轻人想想。市长，你在选前提出很多政策，其实用心良苦，为了打一场选战，赌场。赛马场甚至迪士尼，我今天就不问你，我先帮你解套，因为有很多法规、很多客观因素是你绝对没有办法达成的。迪士尼的人口数，你说高雄市人口不够，赌场有法规规定，但是我今天要请教你，你提出一个老青共住这个议题，你仿效了欧美国家，台湾六都新北市有在做，但是你所提出的内容显然跟人家有些不同。你的内容是怎样呢？老人家怕什么？你的这里面怕寂寞嘛，对不对？那年轻人怕什么？没房子住。没房子住嘛，你就因为这两点要用配对的方式，你要让独居的老人把他的空屋让出来，然后要没有房子住的年轻人可以进到他家。你的配对的因素是什么？宗教，甚至血型，甚至生活习惯，你就可以让他们配对在一起。那在一个专访里面，你提到由谁来配对？你甚至让里长来配对 ，OK？ 那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如果未来真的你的政策执行产生了所谓的谋财害命社会问题，这个责任谁来担当？请问市长，你如何可以肯定你所配对的年轻人不会有其他想法？你如何肯定独居老人现在健康的时候有人来陪他聊聊天很好嘛，对不对？住了半年一年之后他会不会生重病？这个年轻人会不会依照原本的热忱继续陪他聊天，还是会去照顾他？我要在这里很慎重告诉你年轻人的想法：，家己老爸老母都买狗啊，你可要嫁去告别人，只是给伊一个收藏袋。我要拜托市长，这个议题要替老人家多想想，不要让高雄市未来成为全台治安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引狼入室，让一些你没有办法判断他未来走向的人。进入到独居老人的屋子里面，所以我看到你的报告里面，你的赌场、赛马场、迪士尼都没有提，我就知道你应该做不到，对不对？
因为你都没提嘛，但是你有提到老亲共住，我知道。你说你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这个，因为这不需要财政，现有的资源你可以来做。但是我现在用这样的论述来请教市长，如果这个因素你考虑下去之后，你要不要继续做？请你回复要不要继续做。黄议员，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想到灰黑暗面，哎，你请坐，你请坐，好不好？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一定可以推动的，为什么不能推动？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老年人怕寂寞，年轻人怕买不起房子。市长，你请坐，这是我的事，你请坐。这个议题很好，但是我希望你仿效欧美国家，要学到到位。人家的制度很好，但是你是要现有的房子叫人家搬进来住。这跟现在欧美所实行、德国所实行的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政策，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要继续做。黑板卡查一边可以做着，但是我要在这里提出台湾人的风俗民情跟未来有可能发生，请你好好思考，你要不要继续做？做出来或许会有所有后果，你要自己承担。谢谢。好，所以迪士尼都没这位搞啊？迪士尼有要做吗？迪士尼乐园有要做吗？议员，我跟大家报告，我跟各位民进党党团议员报告，我一直在争取 A、B、C 第一优先，当然是品牌最强的迪士尼，后面还有一些我在接触，我不方便讲，因为泄露一些商业的问题，我要尊重别人，包括一些赛车，我都有接触。最后一句话，好，市长可以了，我知道，但是我最后一句话告诉你，高雄市不是实验室，高雄市民也绝对不是小白老鼠。希望你以后订立制度政策，深思熟虑，千万不要把高雄市民当作小白老鼠来实验，好不好？可以吗 ？OK。好。好，迪士尼国宝后。好，我们接下来一个议题。市长曾经在竞选的时候，2018年9月4日说过说，路平的问题是道路坑洞问题是缺乏统一管理。还有验收有瑕疵的问题，我要问一下市长，你对路评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个，国际超度指标 IRI， 未来高雄市的路评应该要达到多少的标准？有六个等级，跟市长做说明。机场跑道、新路面、老旧路面等等，有六个等级。市长请回答。市长当然，主席报告。好，市长现在。因为就技术层面我特别请我们。好，没有关系，我知道。李世川副市长简单扼要。好，那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那不用了。好，我再问你一个，适用的道路类别有七类：快速道路、连外道路、主要道路、园林道路、次要道路、集散道路，以及六米巷的巷道，这些不同路米宽的，这些是不是都适用未来的路评？做不做得到？征询主席的同意，我们请专案负责最。没关系，这是一个政策宣示，这是一个政策宣示，政策宣示好不好？各位党团报告一下，你有没有做到？这是政策宣示，请市长回答，不用其他副市长回答。市长，我再问你。跟民党团报告没有问题，我们会全力以赴。好，一年之后1月17日，你当时承诺一年做到，可不可以做到？一年可不可以全部适用？好。我们现在手上资源有限，我们会先从最迫切的开始。好，啊，最近是做了蛋黄区，但是蛋白区就原高雄县。好，我了解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明年的1月17日，全高雄市的路面没有办法完全达到路平。我知道你的意思。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曾经说过，如果一年之后做不好，会有一个副市长要下台，在场的两位副市长，另外还没有到任，是哪一位副市长做不好要下台？卖我大炮了，没时间啊。你曾经说过，在9月4日，9月4日报纸上有出现过，你说做不好，其中一位副市长下台，因为当时陈其迈是说公务局长要下台，你说副市长要下台，是哪一位副市长要下台？好了，市长，你不要答复了。来，市长，我们清楚了。那除了路评的之外，还有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路资开放的以外，其他的看起来你在言论上也好像是做不到哈。啊，这边搞来定海神针。做不到了就给他戳破，嘿，嘿啦，哎呦，我那碰风哈，好，
请市长在我们没有戳破的，还有太平岛的O9一码，跟你心里妈的做不到，就这样。好，那我们希望，我们希望韩市长。好，时间到了哈。民进党团的咨询，非常感谢。李彦，那陆平的你是唔通堵唔到呢？陆平是顶任的市长的责任呢。好，来，再来请。休息十分钟了哈，再来五党联盟准备了哈，休息。